是梅根初次踏足影圈时的指路明灯，曾为他做过不少指点，也穿针引线推荐他拍电影。他们相恋七年后于2011年9月10日结婚，不过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左右，他们在2013年8月离婚。消息指导致的二人分手的原因是梅根接拍了电视剧《金装律师》，很长时间在加拿大多伦多拍摄，而安格勒陈则常驻美国纽约的，两地相隔五小时飞机航程，令他们难以继续维持婚姻关系。